姑娘比你好。爸，今天做啥吃？这个馒头，把馒头溜了，然后做点蛋汤。鸡蛋。鸡蛋豆腐汤。蛋花汤。用西红柿炒鸡蛋也行，然后熬点豆腐汤嘛，行不行？完了，反正都跟鸡蛋过上了。哎，这还有啥？爸，你不觉得他在这碍事吗？来端走吧。放那边。就等你来端呢。我拿走就我喝。哎呀，真脏呀！这个，快点把这扔了。你这是给咱爸配位的呗？嗯，我们俩搁菜，这个对了是吧？这个彩云糕吃啊？嗯，你给我溜溜啊。准备的。姐，为啥不买铁的呀？铁的不贵吗？你说。铁的放太多。我想买金的，买不起。哎呀，这玩意你得搁好地儿，要撬蒙来他俩再推着人玩了，这能干出来。你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那该怎么做嘞？你看为什么要按轱辘，你还不让按？我说按轱辘不稳，你看我爸这就得这么绷着走，你看这一推，对不对？错不错？妈妈教训爸爸。一会儿你妈妈和爸爸教训你。你带着检查的啊。爸，你的刀工越来越好了。越来越不好了。不好几遍了。你就不会鼓励一下你姥爷？爸，你开车把萌萌接来。那鸡蛋别扒拉那么碎，要我们每次炒那鸡蛋，俺们都搁勺吃，俺想搁筷子夹吧。好了，溜透了，好了。哎呀哎呀，炸一个行，炸好一个呀。这道菜，元首将豆腐炒试了。这是你家的包子。好。嗯，那拿个盘子，捡盘子。哎，你们，你们不要少那些鸡蛋，不好夹。八角鸡蛋挺对的。对呀、啊。糖汁这样的。嗯。不对了吧？对。糖不你这么造，你怎么造？你怎么造？馒头呢？放那边吃。你那碗里还有，你垫那锅里。你要吃饱也给你端过来。吃那碗里，垫那锅里。奶奶大肚子小。还有。啊。蘸点白糖吃，蘸点那萝卜汤吃。糖蘸了。啊。